进来。过来。来。坐下。吃饭。真的很抱歉。吃饭。吃。我一个人吃饭也没意思，给我吃个饭。嗯。认过孙子吗？嗯。照片都脏了。爸，我真的要出门了。够好，那够了没啊，爸？我是一定会去的。阿翔到现在还没找到，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我不可能不管他。够好，我就是不骂你，不骂你，我都知道的。儿子，我不要去，不要去啊！够好，儿子，求你，我求求你。不要放我一个人啊！
我这几十年不好过呀、啊，儿子。儿子，你为什么这么霸道、啊？我不想跟你说了。儿子，大哥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。老赵，老赵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们家阿翔太贪玩了，赶快跟赵贝贝说对不起，快点。赵贝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会变这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就只有找到这只怀表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爸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对不起。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，爸。为什么那么久？拖那么久的时间，你要干嘛？是不是故意跟我过意不去？啊！这么久的时间，你在拖什么？拖拖拉拉的，要拖我的时间是不是啊？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啊！哎，走开啊！哎、欸，老先生你好，我、哦、是他老板啦。你那只怀表就开个价嘛，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我们婷姐要不是为了拿你那只怀表，也不会一直留在这边看你脸色啊，对不对？婷姐，不是啊，那个爷爷，这你怎么主申请啊？哎、欸，老先生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看你住的环境也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进出里面的人都搬光了。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换个环境住不是很好吗？婷姐，怎么回事？爷爷，不要吵，我在帮你解释。老先生，我看你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有钱好好过个晚年，不是不错吗？存个棺材本嘛。你老板，哎，现在是怎样了？我在帮你耶，吃里扒外是不是啊？哦，不是，我在说了。怀表在你身上也不会再留很久了啊！不如给我吧，在你身上也不会再留很久了。好了，讲什么嘛你、哦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不要在我讲，在你身上哦，关呐、啊欸，滚呐、啊欸，滚！哎、欸，少在那边演戏哦，少在那边吓唬人哦。老板，请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处理。
老板的事，我很抱歉。爷爷，一开始或许是为了怀表的事情，但不是像老板说的那样。我从小就没有了爸妈，都是爷爷在照顾我的，但是他也很早就过世了，只剩下我。每次来找你，都会让我想起他。爷爷，我还是先出去好了。婷姐，婷姐。